大家好，我叫 Cyrus， 我是 Ship Design 的 Project Manager。其实我做呢行就超过10年噶啦。我哋公司个理念就系以人为本，希望尽量可以做到设计与呢个实用性共存嘅。好多时候咧，我哋都会喺电视啊或者网络上边咧见到好多一啲叫作品啦。咁其實咧，嗰啲作品咧，我哋仔細啲去睇咧，就會發覺可能會有啲耐用性啊、實用性嘅問題嘅。咁相比起外觀啦，我哋會更加注重傢俬嘅結構啦、五金嘅使用啦。我哋都唔希望做完個裝修工程之後咧，一年半載個客人要揾翻我哋去進行啲維修啊，又或者有啲咩更換嘅。香港寸金尺土，但系反而会俾我哋设计可以更加有呢个想象嘅空间。点样先可以将咁细嘅单位令到佢好实用呢，而又可以保持我哋想要嘅风格？例如间隔改动啦，去增加收纳空间啦，或者用一个双面柜嘅方式，将高柜变成一个间隔墙。同時我哋會用一啲收納型嘅傢俬，例如地頭床、大型嘅儲物櫃嘅。去做到一個整體同統一嘅效果。我哋亦都會好注重呢個收口嘅環節嘅。工程的前期开始去规划和计划好每一个的施工程序。在报价方面呢，我们公司就一直都秉承这个明码实价的宗旨的。所有报价单呢，我们都有极高的透明度，就不会有一些额外的收费。很好彩啦，我们一直以来遇到一班都很信任我们支持我们理念的熟客。所以令到我们的公司可以一路用这个宗旨去继续经营，去提供优质的工程去给大家的。